三只羊集体各个州的羊来给你赔点钱。我看三只羊有没有不服的。我们两兄弟来挑战一下。偷偷问一句，他们两个人一起上了。来三个吧，对，三个是吧，嗯，然后十个锅贴，好嘞，一个油条，好嘞，这儿好像个川菜的呀，这个、走吧。啊，你吃的有效果吗？我啊，吃不了，我吃了啊。其实这也不是平常我用的碗，我就平常我用这个还是有点小。啊，平时用这个还有点小，不，先来这行啊，不然一会儿算了算了，我们走吧，太放不进去了。啊，嗯，太牛了。有时间请我来吃饭。嗯。啊，那不行了，好吃啊！快吃快吃快吃，继续，不能输。我等会还要去加呢，这些根本就不够塞牙缝了。要不吃完，要不认输，只有这两个选择。不能认输。我们要不要来点惩罚什么的？哦，你不会让我要吃那什么酸奶泡皮蛋吧？怎么样，说的是酸奶泡皮蛋，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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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。这拍视频之前没有说啊，要说了我肯定不接这个挑战的。你吃完了？啊。你不嚼吗？你告诉我，你不嚼吗？我嚼啊。你嚼，关键我要花十秒钟，我才能一口嚼完，你这三秒钟就结束了。你俩后外场一分钟就加一粒米在那里，不浪费啊！啊，快把汤给咱们，那个油条已经结束了，干干净净的啊。对呀、啊，我的妈！我们然后再拿个小白旗举起来，我们的小白旗，愿赌服输，能屈能伸，能屈能伸。酸奶半瓶了，好，那就认罚。下一期你们希望谁来？评论区里告诉我哟。石头剪刀布，看着就很美味，我觉得这个东西。